pre-coated.颜色可以比那个石头呢多出一块，染到石头外边没关系。 这样就染完了，这幅画就完成了。大家在连续画瀑布的时候呢，要注意瀑布的动势和它的流势，这样呢就是这幅画吧是属于两叠的瀑布，上面一部分比较小，下部分比较长，这样就有长有短。还要避免呢，大家在连续画瀑布的时候呢，要注意瀑布的动势和它的流势，这样呢就是这幅画吧是属于两叠的瀑布，上面一部分比较小，下部分比较长。 这样就有长有短，还要避免呢这个不要太垂直。这幅画呢，这两个瀑布有点直，这样呢，所以这边左右边有加了一个小的，这样破一破，这样就有点变化，有点错落有致。大家练习的时候呢，可以参考教科书里边的瀑布画法。这样就有点变化，有点错落有致。大家练习的时候呢，可以参考教科书里边的瀑布画法。 Thank you.